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韩星宋仲基、张东健、金智媛及金玉彬主演的 TVN 新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上周六首播，剧集制作费高达 2.5 亿人民币，是2019年的话题之作。而阿斯达的拍摄地将开放成名为阿斯达探险之路的主题公园，供剧迷参观。剧集以太古之地阿斯作为背景，在这个地方上演多个部族的战争，因为某些场面难以在场景拍摄，所以有部分场景都是特别制作而成。而韩国旅行社本月14日开始会接受申请，让剧迷参观位于巫山市的拍摄地，活动将进行11次，至今年11月8日为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